正逢毕业季，永和国小每年策划举办成果发表会，今年17个毕业班为期3个月的精心准备，悠扬音乐响起，披上灵活的指头，大家玩起乐器都是有模有样。上台的时候，学生难免就是会有一点紧张，所以呢，就是有的时候有的组别呢，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反而表现得更好这样。但我觉得他们今天的表现呢，都让我觉得非常满意。其实让小朋友呢学习自己去制作一个节目，然后从这个彩排团队的合作，一直到这个最后的邀请卡的设计，其实这是包括，其实不只是艺术，其实是一个跨领域的课程。老师在旁协助指导，不扼杀学生的学习能力。会什么乐器？就献出什么法宝。小小年纪自己组变搞噱头，唱出当红摇滚乐曲，再来一个爽帅表情。除此之外，女孩拉起小提琴也是架势十足，不让西洋乐器沾美于前。中国弹拨乐代表清脆的柳琴声更是贯穿整间教室。毕业音乐会呢，是永和国小行之多年的一个传统节目。那所有的节目呢，都是由我们6年级各班的小朋友自己做编排，那在音乐老师的指导之下，将这6年的音乐学习成果做一个最完整的呈现。18班武艺样样精，在音乐艺术领域，永和国小卧虎藏龙，学生们在毕业季大显身手，一展长才，留给大家深刻印象。中嘉新闻李晓峰，永和报道。